确实是还是重音啦，所以。怎么有什么那么好？那我们今天是颁奖典礼，还是要颁奖？中被举报林言又听，无奈回应有点情感绑架。不行，没事，这边那个是像风。林亚伦拿下 HIDO 全能艺人奖，身为全能艺人的他，近来在实境节目《来吧营业中》一举一动也备受关注。没有人在用那个做的啦，会不会太浓？我要揍你哦！拿那个大冰块。我刚本来要问你，但你那个太浓。你自己知道，你不用问我。他在节目中指证言又听，却被部分网友讲成职场霸凌，让他忍不住直接留言反击。你爸都很火大、啊？没有，怎么会火大？我这样修养很好。那这些怎么会想说要，而且就回很多？其实最主要是有一些比较不理智。本来这个中有带的心情就是，不管是说什么实话，只要是为了目标好。我其实我都不应该要去不讲，老实说那些留言对我来说才是真正的有点情感的绑架。对，因为好像我是一个老人，就应该要怎么样包容。没事啦，然后大家关。你那个 YT 账号是不是？是我啊，我一向都是以真人在留言。还是你想要我说哦？没有那个被盗。所以后来你们还有联络吗？啦，群主都在啊。比方说我们在宿舍的时候，因为我们那时候露营都是三天两夜，所以我们都要住在一起。那因为又宁就很紧张，然后我们就会花很多时间要去一起跟他，比方说备菜单。然后其实大家都有跟他说，就是不用死背，到了现场去临机应变这样。那都花了蛮多时间，对啊，就只是这样，强不够强，否则就是变成纪录片。那我们。确实是还是重音啦，所以怎么有什么那么好？这个会影响你第二季。不要了，天佑，又来了，我打字幕。那我们今天是颁奖典礼，还是要颁奖？展现了主持功力、访问功力以及演戏的功力。网友这件事情会影响到你要继续留在第二季？我没有想那么多，真的。然后其实今天颁奖典礼蛮开心的。要绕回来，全能艺人舞哎。对，你现在全能艺人。我跟你讲，现在全能艺人，我跟你讲，练舞真是让我非常压力大。我听说什么感情状态状况？感情很复杂，真的。寻找中。哦，好官腔的答案哦。突然讲出一个人莫名其妙，没有这个人，真的现在没有这个人。我是这口相机啊，对，还是哦，还是你业配吗？可以看到，是业配啊！我跟你讲，这台相机记录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。哇！上麦。